頭係即係好撚柒火撚滾啊！今日 Ricky 都打嚟同我講，佢話佢安排到一個工作俾我 ，OK。所以我特登喺怡寶翻公司，坐 bus 去三個小時都算。我翻撚到去都叫我做乜柒，拍埋嗰啲茄喱啡。你媽！我當初入公司唔係拍茄喱啡㗎，我係拍茄喱啡嘅話，我是咩是咩入嚟？我是咩簽入嚟啊？冇，我簽入嚟喎，俾你講撚柒住。個口你俾埋依啲角色喎，依啲茄喱啡我響出邊啊，我都可以揾到啦，啊冇，我出邊揾到嘅兼職，我仲有圍水入啊。而家一蚊都冇啊，嚇！一杯水一支煙都係自己俾錢嘅，都撚算啦。我真係諗過我退出咗嘅，即係越嚟越撚手，但係合約簽鳩撚出咗，即係好撚沉，唔中意咩閪，做嘢做咁嘅撚樣。當初入嘅時候講撚到天下無敵、天下無雙啊，入鳩咗佢，俾人屌啦 ，Ruby Boy 俾人屌。上一拜，佢講叫我練舞 ，OK， 我去練舞 ，OK， 佢講我出一個event 咁樣需要表演 ，OK， 我去練，我特登來回咁樣去，即係冇來回啦，隔兩三日咁樣翻一拜。練舞練到咁撚實辛苦，幾粒鐘每一日，我得到啲乜嘢？嚇、最尾化好曬妝啦，準備出場嘅時候，我得到啲咩？他們跟我說一句，他們說我跳得不夠好，他們不讓我上台，那你叫我練舞來搞什麼？你不要浪費我時間，你不要坐車，你不用累嗎？對不對？這些錢沒得claim回的，你知道嗎？有得claim回就白走咯，不要當你聊咯，但現在問題不是的嘛。叫我拍 MV， 過後呢拍嗰個富二代屁孩要俾人屌，講真啦，我樣子會差咩？我會差得過佢哋咩？講高度我唔會高過佢哋咩？講瘦我唔夠瘦啊！但係做咩會俾啲肥嘅企響中間啊？我就係企邊皮啊？點解啊？我自問我條件都唔會差得過你哋喺邊度咯，但係做乜嘢愛我咁沉委屈？為乜嘢？仲有抄時候係，我諗自己叫撚柒型咁樣，俾人屌啦！諗住紋身咁樣，嗰啲大佬咁樣，成日做埋嗰啲市人批款，黐乜撚鳩閪嘢？嗰後叫我拍個 MV 嚇，周和男神嘅 MV， 嗰只先係火撚柒閪棍啊！叫我去到現場。俾埋嗰啲衫我著，哇！我真係想象唔到啊！佢先至係俾一件背心我著㗎。你一知啦，本身瘦嘅人著背心咪仲過核突啊嘛，仲過瘦啊嘛，阿母愛遮啊嘛。但係問題唔係啊，佢哋冇為我諗過依個問題㗎。嚇！著到個背心似個撚咁樣，人乾咁嘅樣，成碌柴咁樣，都算啊，白撚就啦。OK， 你叫我過去，我特登為依個 MV 啊，我坐三個小時巴士車落去，個口。他叫我站在茄喱啡旁邊，一個老硬哥，我心想你媽的意思是將我和硬哥歸列是同一 group 啫，那你叫我來搞撚咩？你時間給個錢，你請個人去代替我就好咯，缺我一個不缺嘛，啱冇啊？仲有紙面，肥又肥過人，中間係由佢嚟企，憑乜撚？你唔好阻撚自己嘅鏡頭啦，你知冇？唔好牙位啦，你乜鏡頭影撚曬你邊皮唔撚實死影咗咯？啱冇？咁樣如果你係咁唔重視喎，公司係咁唔重視喎啦，點解愛我擺擺愛要我翻去啱冇？如果你是覺得我麻麻地，咁你可以唔愛揾我，
你當初簽我係為乜嘢？到你俾啲乜嘢喎？我為你公司付出咁多嘢，擺擺係默默嘅付出，為係乜嘢？就我換你啲茄哩啡角色啊！仲有話上一擺拍一個講話好聽喎、啊，電影喎、啊，話好嘢咯，聽到唔錯嘛，咪落去傾咯。OK， 電話入邊冇同我講咁，冇同我講到好清楚嘅細節。同我講拍個電影，需要你演一個角色，佢適合你。OK 咯，你冇講到，冇落嚟咯。我傾撚咗先火撚柒滾啊！冇相干，落撚到你，佢已經為我準備曬所有嘢，叫我連隨拍喎。叫我連隨拍時間都唔俾喎，準備都唔係俾喎。我叫撚住，我冇相干咯。聽到電影唔錯，咪特登落去咯，冇相干咯。但係問題我去撚到係咪？係未電影冇相干。我由早上六點幾七點啊，我就到現場啊，就化妝，冇撚到夜晚黑七八點。換嚟乜嘢？個鏡頭一出嚟嘅時候，過得兩秒。我嘅兩秒，你我兩秒，我付出咗咁多，你俾我嘅兩秒啊！你回翻嘅嘢俾我係兩秒，你好撚夜無嚟兩秒啊！你俾人屌啊，彭面子嚇、啊！你冇諗住你編劇大撚柒曬咩？你仲咪撚嘢咩？好心啦，你去分清楚嘛！人家付出，邊個有付出，邊個冇付出？默默嘅付出得到啲乜嘢？就係咁嘅撚嘢咯！呢、這個公司難招咁嘅撚樣啦、啊！然後 ，OK， 講唱歌 ，OK， 或者我唔係好靚聲啦，但係我自問我 rap 係唔差噶，我自問我 rap 唔會差過黃敏芝噶，啊，佢都係由 rap 開始嘅啫啊，啱冇？咁咯，我係自問我五音唔全啊，但係我 rap 唔差，但係佢由頭到尾佢冇問過我，佢即係佢冇俾個機會我，你知道冇？佢或者佢冇發掘到我依一點啊？我真的越講越想興啊！咁我自己咁柒火撚閪滾咗，俾我 cool down 多一下。唔撚柒講咗，而家好撚柒興咗。我而家又屌柒啦，我而家再屌佢一輪。你老母嘅氣，我而家氣落唔到啊！我就嗌退出呢邊啦，你俾人收皮啊，俾人屌啊！